夫人先把他师傅推下锅去，他果然是沙和尚。徒弟，难得你一片孝心，拼死来救我。呸！谁是你徒弟呀？师弟呀，事到如今，你也用不着赖了。哎，大师兄已经死了，现在就让我们陪着师父一块去死吧。你，我也陪着你。既然已经给他们看出来了，你就不要顾我们了，自己逃命去吧。你，吴俊，你真的有办法救师父打出重围？我凭什么救你师父？看你呢。吴俊，你已经尽了心力了，为师非常感动。生死有命，这是菩萨的旨意。